我没在听。有实力，怎么都能上得去。我怎么，我感觉现在都反不了野了，以前都是随便反这些野的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就感觉反个野很难。这个墙没有伞，还没有伞。有笨蛋。妈的，给我送人头啊！啊，玩不玩啊你们？哪有啊，我这赛季前十的话我一个都没有。别急，后面就有，后面也不一定有了，这赛季后面应该就这也就两个，没闪了没闪了。那火力都给你上赛季打完了，你上赛季都打多少个火力了？这赛季没有人上火力了是吧？都基本上上过之后就不会想上了。刚才那个加我的那个兄弟叫什么？叫什么？顶上一号店派小金的，你不是要上国一吗？你怎么不回复我？回复我一下，我给你发信息了。叫什么 ？AZ 终端供货那个，在不在直播间啊？哎，能不来个炮台啊？我的妈的！坏了坏了，没来吗？他进来了。给你 CP 上一个，他都到后面了。上国一没多少，我不一定，这赛季变了，不一定。这赛季就不一定了。这赛季国一卷小组就好了，王者三好容易打满，白分都好容易打满。这赛季就看谁的峡谷高了。DK 没事了吗？这赛季，这赛季我估计得七八九十十一 K 吧。海克斯自走炮台登场，元素亚龙登场。主要是这赛季峡谷谁打得高谁第一，拼的是技术。
万一我运气不好还不好上。嗯，那边有一个闪现。打我这个东西有实力就不一定能上，运气成分很大。反骨这东西实力不如兄弟啊。实力应该占个五，占个四成，他运气占六成。对于射手来说，他运气得占七成。对于打野来说，技术占七成。可以。这怎么伤害这么高啊？一棒子一个兵啊！打野是不是这么弱？我在路上。不是怕死吗？就这么的贴我脸开大。不是，为什么这个对面这个人没有？六的八分，一个星期刚。软辅运气占七成，实力占三成。对，如果你峡谷玩猫咪的话，就只有运气没有实力。都可以，什么水我都喝，可以不？尿也喝。你再买吧，好不好？不要问我，你买啥我喝啥，哪怕买个老鼠药我都喝。注意危险。还问吗？别不喝问。买就行了，又毒不死我，对不对？坏了！小海，完了！你这峡谷自己拿猫？不是，这拿猫你知道吗？就挂身上，啥也不干。发起攻击！对线那兵都不带补的，你知道吗？平 A 键都已经输掉了。我走掉了，完了！我操，我操，他主 W 的，完了！完了，我感觉他在包主 W 的，因为他 W 给我解除之后，稍微往出拉一下，我来啦，老弟儿，你一个都别想跑。完了，感觉他妈的打不过了。不好意思，把我精灵盖抢了。妈的，乱输了，我哟。哎，差点被他反杀了。刷的太慢。七百成钢了呀，快嘞！七百，这叠了好多层。该怎么办呀？来拿生命！再看看我的血！再追一波吧。来拿生命！
谢谢橙子的灯神。还能蹲吗？我再蹲一波，蹲不了了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可别买冰心啊！我的妈呀，我感觉对面的辅助要买冰心了。来拿增益。大龙和他断线了，集合进攻，那时难绝。你打慢点，我感觉可以杀下个狗头。大树旗啊，你先过去吧，我那个我马上回家一下。我直播间应该射手比较多，我在路上比较少。你问我买的看看有没有辅助。发起攻击，还没开始上高地，龙掉死了。死了挺好的。不会玩、啊。他死了，他有那个什么？死了，他起码他能下来。快点，这狗都来抓我了！我，大佬手都发烫了。手机太烫了。元素亚龙灯。我他妈再他妈敲我一下，他妈半血没了。增益，机顶护盾已失效。这中国差多少钱？追下吧，大叔的救命！我在路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这完全可以打打龙。你不要补装备吗？全部够。能推死吗？要不回来打龙吧，小海。我操的！叫我杀了我！集合进攻纳什男爵！感觉能一波啊！一波吗？一波了呀！打双龙吧，双龙！打双龙吧，双龙就好了。要回家吗？回家感觉来不及了。来得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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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就是。可以先把他包了。是不是不用打了？不用打了。我没惩戒，三十都没。那不打了，不打了，直接推吧。我在路上。那看一下也行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直接打吧。推推也行。别骑了，别骑了，你还骑？我走。坏了，我要被斩了。完了，被斩了。完了，我操！哇，这个太猛了，真的是。龙打架没用的。还是有反就好，我也 TP 的，打不了。我赶紧打，为什么他这个狗头伤害这么高？操！这狗头伤害太高了，我他打了我3200滴血，我猛吸。减速给我了，攻击敌方水晶 ，perfect。哇、哦，要这狗头他妈1200层。You are on a killing spree, ace。怎么样？我要看一下那个狗头带的天赋。我的妈 ！Victory。